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看本课的应用课文部分啊。那应用课文呢，其实就是一个绘画文啊，然后呢，就是比咱们的这个基本课文部分的绘画更长、更连贯、有故事性的一个呃对话的形式。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 “demu ka a”，“demu ka a”。 点不开啊！点不开的话呢，一看汉字就知道了，就是出迎迎接啊，然后迎接，呃，然后那么去迎接的话呢，就肯定是这些人呢是初次见面。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第一课。那其实呢，第一课我们就学会如何在初次见面的时候跟别人进行自我介绍，呃，和寒暄打招呼啊。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看。 小李呢，呃，朝着这个牌子的方向走了过去啊，因为他看到了牌子了。然后 Lisa 呢就说：杰西，杰西，那这个大家一看是不是一个一般疑问句，对吧？其实主语是什么？大家看明白了没？对，主语是你，阿纳达啊。然后那么我们在单词当中已经说过了啊，就是这个的话呢，一般是省略掉。所以呢说你是杰西策划公司的小野吗？ 然后下面说，Hey，ono d e 那上面呢是小野小李呢问说你是小野吗？所以是加桑的，看到了吧？然后下面呢小野说啊我是。那说自己肯定是不加桑了啊，注意一下不加桑。说 Li xiu le san des a 啊，然后小野说啊我是小野，请问你是李秀丽吗？啊 Li xiu le s a des a 啊，然后下面呢他说 Hey Li xiu le d s 说啊我是李秀丽，所以自己就去掉了桑。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じめまして就是啊、初次見面。嗯然后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请多々多那这个的话大家看到了吧啊。初次見面の時候呢就会说啊我是谁私は何々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然后上面呢小野说はじめましてお小野、お飲みどりです。我叫小野吧他的全名。 然后呢，下面呢森呢在一旁说，Lisa，こんにちは。Lisa，、啊、你好。呃，有其他桑ですか？Lisa、啊、呢，就是他们事先因为有联系嘛啊。啊然后 Lisa 呢，以为他是有其他桑，啊就问他说，啊你是有其他桑吗？ 咦，我大西哇，有西大加阿里马森。好，注意看这儿啊，这个是加阿里马森。咱们在前面语法当中讲的时候，都是 deva 阿里马森，就是 this 的否定。那么加阿里马森的话呢，就是比 deva 阿里马森来说稍微的口语化一些啊。说啊，我不是吉田摩利德斯啊，我是森，是吧？啊，我是森。哎，好，那么同样呢，是什么什么 d h i s 嘎啊？肯定、否定、疑问，呃，就是这个肯定、否定回答的时候，先说嗨或咦啊。 然后下面呢，这个李呢就说啊，モリ桑ンディスカ、どうもす好，这个地方注意啊，降调啊，降调。因为呢，你看他已经告诉了，就说我已经告诉你了，我是谁谁谁了，那你就不能说モリ桑ンディ啊，那你就说啊，モリ桑ンディ说呀，你是森呀，どうもすみま呀，真是不好意思呀，就叫错了。然后下面呢，モリ桑说、耶，いえ、どうぞよろしく。 啊，说啊，不不不，啊，没关系的。然后后面说了一个，走走，よろしく。他把お願いします呢，省略掉了。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的话呢，也可以分开，直接说，よろしく。也可以只说，お願いします。啊，然后那当然你要说，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说完，就是整个都说出来的话，就会显得比较正式礼貌。然后 Lisa 呢，又说了一遍，this。好，これ，こちらこそ。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啊，就是这个就显得比较正式一些啊。然后说啊，我是李秀丽，呃，请多多关照。那么这个地方加了一个コチラこそ，别人给你说了，先说了ヨロシク、ヨロシクネガシマス，那你在说的时候呢，就加一个コチラこそ，会显得更加的谦虚。哎，我才要你多关照呢啊。然后呢，那么呃，我们这个绘画文的部分啊，就这些。下面的话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大家跟着我来读啊。 JC 企画の、JC 企画の小、小野さんですか小野さんですかはい、小野です。はい、小野です。李秀ュさんですか李秀ュさんですかはい、李秀ュです。李秀ュです。はじめまして。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はじめまして。はじめまして。おのみとりです。おのみとりです。りさん、こんにちは。吉田さんですか吉田さんですかい,いえ。 私は吉田じゃありません。私は吉田じゃありません森です。森ですあ、森さんですか。あ、森さんですか。どうもすみません。どうもすみません。いいえ、どうぞよろしく。 どうぞよろしく履修例です履修例ですこちらこそ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こちらこそ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哎，好 k a y u w benwa k o d d d i a 绘画部分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重点是下去之后呢，大家多读，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如何跟别人做自我介绍，跟别人如何来对话。哎，kade sama d s t a 辛苦啦。